很大的意義啦，因為這首歌是我們休團之後第一首歌啦，派台的。咁這首歌得到好成績，很多象徵意義代表住啦，即係因為這首歌代表一個共同信念，就是擺埋一齊，力量會大啲嘅，係啦。咁然後好享受四個在台上面可以唱歌啦，最多。在台上唱歌了，講了咁耐，終於可以上嚟唱歌了。係啊，咁同埋多謝咁多個 DJ 啦，由年頭開始播到年尾咁啦，咁啊，所以先有呢個十大嘅獎啦，係啦，係啊，係啦，你有乜嘢講？哇！多謝香港人啦，香港人喜歡呢首歌，呢首歌仲俾香港人聽。係。希望啦，因為我們是一個組合嚟噶嘛，應該即係組合獎啦。如果係希望競逐到組合獎，我係競逐緊組合獎嘅，咁希望有成績啦，係啦。咁但係都等陣話俾你聽啊，我唔知道啊，而家女歌手，女歌手，我哋女歌手，如果俾女歌手，我哋就好驚喜啦，真係。咁啊，當然希望可以再上台啦。咁啊，但係任何獎項都係一個 bonus 啊。我由 day one 開始，未頒獎禮開始，都係講呢樣嘢啦。咁啊，希望有機會上台的時候，可以再一次多謝一些重要的人啦，我哋一些嘅後台人物啦，等等咁樣。嗯，好似你就琴咧，都話即係阿簡，即係可能呢年可能都即係合作上面係啦，咁會唔會係多咗啲合作，或者會唔會多意義啦？當然會啦，因為我哋幾個或者唔止我哋幾個啦，好多人都面對住離別啦、離開啦咁樣，我哋自己都唔例外。咁我哋有啲重要嘅人物都會嚟即將嚟緊香港啦。咁唔緊要嘅，而家科技好發達嘅，係啦，即係我哋可以視像，可以擺個心度，同埋或者就係我哋憑歌記憶啦，係啦。反而我想宣傳一下嘅。即係其實近排歌迷做咗好多應援啦，咁啱啱咧有一個新嘅，我會形容為深度文化嘅應援啦。咁啊，佢哋就揾咗唔同嘅文化界嘅人，做咗一個我哋咁多年嚟十二張專輯嘅一個文化展覽。咁啊大家如果喜歡我哋嘅歌，又或者喜歡咁多年嚟阿簡為我哋做嘅每一個音樂 project， 可以去呢個嘅展覽去睇一睇，因為入面係關於嗰個題材叫做 Sea All Star 時代紀錄者，咁大家可以花啲時間去睇下呢個嘅展覽啦，可以上我哋 IG 睇到個地址啊，